来，起床喽！早餐准备好了啊，快点起来刷牙洗脸，要做工了啊！知道了，明。知道你起来了啦，赶快起身刷牙洗脸吃早餐喽！叫抱抱。哎呀，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？都长大了，还要抱抱，你羞不羞的？我一辈子都要抱着妈咪。哎呀，开什么玩笑？人都会老的，你哪有可能一辈子都抱着妈咪嘞？好啦好啦，快点起来梳洗，吃早餐啦。哎，早餐都准备好啦，你们记得吃啊！阿哥啊，记得带桌上的水果去吃啊！我走啦。哦，听到了。嗨，美女来啦！今天一样吃绿番茄，那是一定要的啦，都几十岁了，还是美女呢。好了，也是美女，你也太累了，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，孩子都长大了，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。哎呀，我一点都不累啦，我根本是闲不下来的。我一闲下来呀，我都不懂要做什么。你可以去旅行，都老了，可以享受一下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我是离不开我的孩子的，我在我的孩子身边啊，我才安心。你都不听，我们都老了，还能帮多少？哎呀，走一步看一步啦，哎，我要回去煮饭了嘞。来，给你。哎，我走先了啊。下次再来。哎，美女，今天有新鲜的菜，来选来选。三、二、一，咦，我们回来了，回来啦！快点过来吃饭。好吃，啊，这是你最爱吃的哈。好，谢谢。喂，你这个，咪，下星期我打算带我女朋友过来吃饭，你能不能煮你最拿手的番茄炒蛋？当然没问题喽。就你最爱吃我的番茄炒鸡蛋，谢谢你。吃啦吃啦，咪，下个月我打算跟男朋友去泰国玩。你们两个人而已啊？对啊，想说在一起这么久了都没有出去过。不行，我不答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果果可以？你哪里可以跟你哥哥比？而且你们孤男寡女同住在一间房，就是不可以。女孩子要懂得爱惜自己，你这样做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真的想出去玩吗？你真的想去？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。你怎么？你从来没有发过我脾气的。
的就要起床的，我今天快迟到了。你怎么你没有叫我起啊？我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会议。哎，吃了早餐再走吧。我不吃了，下次买个面包算了。我也是，今天算我倒霉。啊，能跟你讲什么话？他们很过分呢，他们哪可以这样子哦？都是我的问题啦，那你可以怪他们。哦，安迪，你很乐观一下哦。不过讲真的，很少看到你发脾气哦。你现在不是看到了咯？上个星期啊，我才发我女儿的脾气嘞。哦，我觉得还好吧，因为我妈妈时常也在家里发我们脾气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对面的那个阿嫂哦，那时候到处发人家脾气，然后她去医院检查哦，然后那个医生讲她得了一种叫做老人痴呆症的病啊，原来阳光。哎哎，杨哥，哪里不能说？这位太太，很遗憾地告诉你，从你的脑部扫描来看，我们对你初步的判断为阿兹海默症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。我们建议你尽快来到医院，再进行下一步的检查。你们回来了，快过来坐。咪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今天要做番茄炒蛋的吗？哎呦，我忘记放番茄哦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各位，我先走了，我有个临时会议要参加。不好意思，安迪，我再来拜访你哦。那我送你啊。不用了，安迪，我自己走就可以了。下次啊，一定亲自下厨煮给安迪吃哦。哎，那我送你吧。不用了啦，你陪安迪就好。不要再生气了哈，好好讲话 ，OK。嗯，我走啦，走啦。咪，你今天做梦哦。咪，你平时就算了，今天可是有外人在，你答应了人家的事情，你怎么可以忘记？我得了老人痴呆症。咪，你起来了啊？早餐已经做好了，赶快过来吃吧。咪，我有事情要跟果果讲，你等我一下。不然是我，你知道妈咪讲的老人痴呆是什么吗？啊，不就是老人痴呆咯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上网查过了，老人痴呆就是网上所写的阿兹海默症，这种病是不能医的。喂，现在科技那么发达，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病是医不好的。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阿兹海默症到了晚期他们是不能独立生活的，以后上厕所啊、吃饭甚至讲话都是一个问题。我们这么忙怎样照顾妈咪？照顾不了不是请看护咯，啊，不然啊就送去老人院咯，一定有办法的吗？老人院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？妈咪辛辛苦苦把我们养大，你讲送过去就送过去啊？哇，你很厉害哦。啊，不然你去辞职照顾咯。这不是我辞职不是你辞职嘞？啊，不然现在怎么办嘛？想办法啦。我也不懂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安迪已经来银行三次了，话又讲不清楚，问过的问题问了又问，最后才知道原来他只是想把钱全部转到孩子名下，真的是有病就不要出来社会乱啦。
安迪，又来买菜、啊。诶，安迪，怎么今天这样迟才来买菜了？幸好我留了一点给你。你妈咪呢？哦，我妈咪在那个后面那边弄这些东西。我今天想要买多一点不一样的菜。诶，怎么这样奇怪的？因为我要去旅行吗？哦，终于想通了啊！不担心孩子了啊？我也老了，孩子也长大了，我相信他们可以照顾好自己的。这一次，你要为我自己做一次主。嗯，对嘛，这样想才对嘛。来，哎，这个给你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啊，不用客气。那我走了哈。你也别太想我啊！一路顺风，拜拜，拜拜拜。帮我拿一下那个萝卜来一下。啊，还有 sorry， 还有那个番茄，那个番茄。OK， 你可以帮我称一下吗？可以帮我去称一下。这封信的时候，妈妈已经不在了。Boy， 很抱歉，妈妈把你最爱的番茄炒蛋给忘了。之后，妈妈也尝试煮了好多次，都煮不回你最爱的那个味道。哥，妈妈那天不是故意要对你发脾气，你已经长大了，妈妈应该让你自己选择你自己想要的人生。妈妈已经不能再用更多的语言来表达妈妈对你们的爱，原谅妈妈选择用这样的方式离开。永远爱你们的妈妈。哥，你知道吗？直到刚刚我才发现，原来妈咪脸上长了很多皱纹，我很惭愧。原来我没有好好的一直看着妈咪，现在我都快忘了她长什么样子了。Playback 吗？